来关心到台东哦，部分的这一些海陆空对外的交通中断，当地居民也担心蔬果的物资不足。台东果菜批发市场从昨天晚上开始就紧急的从西部运补了3辆大货车蔬果，上午也打开冷藏柜，满满的蔬果量要来满足全线接下来3到5天的需求量。不过呢，蔬果量充足之后，市场也因为台风天，所以呢去逛市场的人很少，菜贩依然很头痛。大雨哗啦啦的下，工作人员冒着风雨指挥交通。为了降低台风带来的危害，台东南回公路预警性封闭。山陀的台风虽然龟速前来，但是对台东影响最大。道路封闭让台东几乎成了孤岛，海陆空对外交通全都中断，蔬果物资不足成了一大问题。为了解决蔬果物资不足的问题，台东果菜市场在周二晚上紧急从西部运补3辆大货车蔬果，目前足够供应接下来3到5天。不过，就算数量充足，菜市场也因为台风变得相当冷清。您无人惊，人大家惊贵啊！惊贵哦！大家无人敢来啊！这批菜的价格有一定有涨的啦，一定是3到5成一定。虽然蔬菜价格上涨，但也有少数民众特地赶到市场大补货。他没有菜是不是？对呀，给他买起来啊！台风一来，菜价上涨，客人减少，更让菜贩头痛不已。只盼台风可以赶紧远离，让客人回流，让他们尽可能减少损失。记者刘盈香台东报道。